政府目標發展城市經濟。在立法會大會上，有議員建議當局應該主動與國際知名歌手等接洽和提供支援，爭取大型演唱會落戶香港。譬如國際頂級的藝人 Taylor Swift， 他在美國只是66場演唱會都賺了10億美金，而在亞洲就去了新加坡，我們失了這個機會。今年我們有啟德一個大型的場地進行，政府會不會積極去爭取類似這些頂級藝人呢？個別話邊個嚟邊個唔嚟咧，就交翻俾市場去決定，因為我哋都好難話我政府主動話我一定要邊一個，一定要攞到邊一個過嚟咧，我哋先叫做成功或者失敗。咁我哋就唔係咁樣考慮，但係我哋一定會聯絡本港一啲專辦外國即係歌手嚟香港比賽嘅團體啦，亦都會同外國一啲比較大型啲舉辦一啲演唱會啊或者大型活動嘅機構咧，大家保持一個聯絡咧。